我们最主理啊，李敏理事长办公室啊啊，非常的热心啊，我们向我们敬佩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奖品呢啊，非常的丰富啊，非常丰富。那今天晚上呢啊，题目啊，就是我跟洪雄老师啊，两位个人来主持。我们题目呢，大概200人以上，好，分成茶酒，就是米酒酒，还有米酒，就是好，这个米酒呢，就是一般的重酒，好，平时是比较简单浅显，但是只是说起来很简单啊，哈，平常你要是没有接触的话，就不好猜，但是用这个机会大家去交流。希望大家能够开得进气，很高兴哈、哦、啊！这边这里有摸彩，有这个，等一下也有后面摸彩，后面也有彩的，有实体的这边啊，这是一般的啊，行动一般的这种彩的啊，好，你们有不要猜哈、哦。那等一下呢，我们正好就要开始啊，现在我们请我们市长，我们三张椅子的请市长，请李理事长。谢谢，谢谢啊，我们全国会的理事长，那这位是我们的洪老师，还有我们的有很多的朋友哈啊，到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北店哈啊，来参与安这关宵节来这灯谜，这个晚堂哦，阿杨毅。欢迎大家拢会当做伙团圆啊，今日嘛是一个团圆的节啦吼，啊，而且来祝福大家吼，啊，牛年行大运啊吼，大家等一下大家满载而归，好不好？好，谢谢，感谢，最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如意，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灯谜活动开始了哈，谢谢。也谢谢今天的志工姐姐妹妹们啊，你们真辛苦了啊！也谢谢我们的灯谜老师，他现在还在参与呢啊！啊，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过去看灯谜还在继续哈。他英文啊，谢谢大家，谢谢。他英文都够他死活的。狮子的后面哈，狮子的后面，在这个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访问啊。访问谁呢？就是我们北极店的董事长，他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访问，把他一点点的心得哈，这几年来的心得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们想不想听？想。其实一个团体，小小的团体，一个庙，一个宫，都是不简单的啊。尤其是人和人的相处。从我们的董事长他的用心，他办教育的，然后灯谜也是一个教育啊、哦、所以他也有33那个灯谜学会啊、哦、所以呢他是很用心的哈、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李美云董事长的一些心得报告。哦，区长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区长好。我们区长非常高兴啊、哦，这个能够来北极店来参与我们的元宵节的活动。那我想哦，安北极店，我讲台语好啊，好唔好？台语听好无？啊，阿拉讲台语啦哈。安北极店哈，伫这个七当前，从零开始，看到这间庙是老庙，就是旧老啊，啊，所以我们整个给它打掉。啊，点改起，吼、哦，点改起。啊，一路上看到阮穿背心的这拢是阮一路上介辛苦的同事，哦啊，由我带同事，足可怜的哦，一号一号摕小铺嘛，伊讲拜托个阿姊哦，啊吼、哦，你买菜的菜洗钱后，因刚刚着个落落的落落落个一只猪啊，啊猪吼、哦，
啊，起来个红热火安的地啊，不到奇妙。结果大家做用心哦，结果你感觉我的地啊，不要唔通看讲十块无影，我的地啊到后尾收买200几万，铺满咯，200几万来哦。哦，安尼一只7000-8000块，啊，大家做拥有，啊，过来去夜市啊，迄阵咱有青年夜市嘛，啊，夜市啊，来讲，我拢啊一户一大去甲拜托，只哦，安尼地庙要起庙啊，啊无钱，啊你讲咱加减100-200拢好，啊我着100-200安尼共请，啊迄暝吼，啊足感谢阮的吴家翁。我的同事吼，啊，带着阮家长辈，啊，拢去捐，所以阮迄暝嘛捐30几万转来，安尼一拿100-200，安尼轻30几万，所以这间庙是大家拢有出钱出力，安靠这间的北家店啦。所以我讲人无咧外敖，是大家人共同打拼，靠阮这间北家店遮尼啦。起来有赞无？有够赞的啦！哎、欸，我朋友吼，唔捌来，今日来时甲我讲，哦，迄、那个园长，这间庙磁场有够好个啊，足舒服个。所以我讲，阿朋友老爷爷会当来，吼、哦，所以阮个磁场，啊，佮包括阮个服务，啊，阮北家店服务拢一向拢做甲真好，真亲切，吼、哦，啊，所以希望按大家亲戚朋友吼、哦，有闲较少来北家店拜拜，吼、哦，啊，所以伫遮吼，大家伫拍扑克者，恁今日遮。今日来遮参加点灯的，你嘛是拢有甲上帝讲斗帮忙，上帝讲嘛甲你斗三工，对不对？非常感谢，谢谢。区长来了，一定要请他讲话。你们有听过他讲话吗？没有，对，来，掌声热烈一点。这边就好，我们林董事长哈，那还有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现场有我们志宏议员的服务团队，啊，非常高兴的哈，在这边代表市政府跟民政局来这边参与我们今天北极店的一些这个我们元宵灯节的晚会的活动，啊，但美云里长哈，给李炳了哈，还有他也是我们的里长，啊，他对里内哈，不管是里内的相关的建设，或者是我们市政区政的推动，我们美云里长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好啊，尤其吼，咱地方，咱老是有啥物款的路面啊歹去，水沟啊呐地通，哦啊电话也无倒，伊拢非常马上积极来要求相关的单位来做处理，啊非常来感谢吼。所以咱这个未来吼，咱这个社区吼，愈来愈幸福，啊愈来愈水啦吼，啊这拢爱捧咱的里长的福气，啊伊的努力甲伊的拍拼，啊这个。那么这个你要这样哈，那美云里长马龙利用咱北极店这个广场哈，这个平台，啊，伊他都有讲这个北极店这个搁再起，哦，搁这个诶这个过程啦吼，这个辛苦的过程，啊，非常的辛苦吼，啊，真正真使人使人咱这个非常的感动啦吼，啊，所以利用这个庙埕，这么好的空间。啊，所以呢，不管是元宵节也好啦，吼，诶，即个端午节也好，中秋节也好，啊，重阳节等等吼，伊拢会利用遮个一寡节日吼，啊，甲咱的所有的乡亲吼，啊，是包括咱的信徒，都扣过来吼，啊，大家拿像一个大家庭安尼，啊，非常的温馨，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吼，一个社区，啊，所以遮特别爱感谢咱美云里长，诶，对咱社区的努力，吼，啊，再一次，我代表市长甲民政局长，叫咱在座所有咱遮乡亲。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区长，谢谢，谢谢。那么我们就马上开始。区长，你先不能走哦，你要帮我们抽一个奖哦。好，那你等我上去哈。掌声给我呀！是屏东师专的同学，今天这个好节目他请我来，我义不容辞。你们看到我高不高兴？好，你看大哥。哦，高兴欢喜哦，这就好了，我们不必太激动啊，有我激动就好了，好吗？好，来，我们准备节目开始，区长先请你上来。
区长，我可以讲个闲外话吗？你的身材怎么保持得这么好啊？每天不敢吃吗？没有没有，这个工作太忙了哈。真辛苦了，我们再给区长一个鼓励掌声。好，请我们的区长为我们抽出今天的第一份局区长奖，准备啊，你的区长您说吧。刘顺刘吗？刘顺刘在不在现场？编号19269。19269有没有在不在现场？没有，好，没有，没关系，我们给你保留着哈。好一份，好，谢谢，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区长，谢谢。我们区长，还有我们刘议员，也就是我们北极店的顾问，还有我们林志宏的助理，还有我们舞蹈我们的林老师，还有我们灯谜协会的全国性的理事长都在那边很忙，还有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今天会办这个活动，也就是你给我们的机会，你来我们这边点灯，所以我们的玄天上帝都会保佑大家，所以我们今年的点灯成长率20%多，今年的成长很多，所以我们的董事，这些都是我们董事大家拼出来的成绩，所以呢，我想再怎么困难，我们都还有办法给他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学队上帝给我们的目标，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多少灯，结果真的达到他要的灯数，给我们再次的掌声鼓励。你看我的兄弟说有变了吗？有，他要爱上就是有三，他要什么他都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北极店已经有329年的历史。北极店它在底下是一个小社区，一个农业社会小社区而已。那到今年110年，我们在3年前给它盖完成，才有今天的北极店。那我想呢，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安尼北极店，大家上帝公参拜，祈祷有求丰登。嘛真好，今天的活动真闹热，有煮圆啊，我连续元宵节煮3届啊呢，上个礼拜天煮一次，今天早上煮100斤也不够，煮第二次，晚上为了我们各位嘉宾，也特别请我们的志工也来煮，要给大家吃平安。能不能给我们环保志工掌声鼓励呀？我们这个 team 是非常优秀的 team， 还有我的志工，只要我一通电话去，我40秒的志工，你家10分钟来，大家拢总讲，你敢要相信？一定要相信我的话，相信，对，要相信，因为我们以诚待人，对，所以我们的志工也就这样子待我。那我们的董事也是一样。我们的董事大家都很团结，分层负责，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庙盖成这么漂亮。所以在这非常欢喜，大家来做位参与。最后我祝大家这个新年将是最后一天，明仔就不能说新年快乐啊。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人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上要紧。厝内底有一个人身体无爽快，规个家庭内底乱糟糟，所以安尼保庇咱家己，买保佑安尼所有的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最后我嘛祝咱今日这个灯谜猜灯谜啦吼，也是摸奖，会当圆满成功，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美云里长哈，好，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来抽奖了，因为刘德林议员来了啦，来议员快，准备，上冲下洗，左搓右揉。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信徒全台湾省都有来，所以有的他，我有告诉他，如果你没来没关系，我会把奖品寄给你们。所以他觉得我们很温馨，所以我六点没来，不要紧，我得改寄去给伊。好，哎呦，我好紧张，我好像希望是我的01341赖永和。是我们城镇的校长哎，退休的校长哎，不要紧，我他改上面到后头。哎呦，真好，好，谢谢我们的议员，谢谢谢谢。的我们董事，我们董事长李美云李董事长，以及各位李监事，以及今天在场的我们凤山区区长啊，还有林志宏办公室主任。安正安利办公室主任，以及我们在场的哈，还有我们灯谜协会的理事长，还有的同仁，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在这收尾了的红军西装，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北极店在我们理事长在推动我们的一些地方上面国家的文化，尤其我们今天是元宵节，在我们元宵节的一个猜灯谜啊，我们要吃。吃这个汤圆，这就是我们的原这个文化的传承。那我们理事长在这边刚刚也跟大家报告的很详细，身为地方的庙宇，也是地方的一个信仰的中心，带动我们地方上面对于整个的文化的传承真的非常的用心，也在这边再度的表达感谢，身为地方的民意代表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共同努力，在新的未来让我们所有的疫情远离我们，我们的这个周遭，让我们新的未来能够更能够提早实现。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再见。谢谢谢谢我们的议员，这个疫情实在是哈，哎兄弟啊，跟我听到有咱的祈祷哈。好，现在我们再邀请一下我们的助理，啊，来助理来让我们见个面，然后郑安利助理，我们的凤山北极店的。这个我们都没有排练的哈，我们这是随时有改变的。我们的董事吴忠贞为我们来摸彩，好，第一个，你爱瞧一下哈，01-42-44陈运成，赶快看你的哦，看你的摸彩卷，01-34-85李成林。继续继续，因为我们讲很多哈，所以我们动作要快哈。你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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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01-19-62朱徐倩轩，许吴宝玉01-42-47，到我们的领奖区那里哦。李国凯01-37-12，如果名字有念错，包含一下哈，我国语没有读好哦。01-15-59没有名字，只有号码。陈秋汉01-49-99，哦，这个好慎重盖章的呢。陈郭春贵00-14，吴花淑敏01-94-15。吴月俊01-35-55，哎，这个怎么放下去？陈，对不起啊，这陈小莹01-39-01，最后一张啦，01-05-88，周珠宝锤。
我们第一阶段的哈，接下来第二阶段，我们请我们的哦，这个奖品是十二瓶的橄榄油，对对，是吗？啊，好，接下来我们摸的是，请吴天虎董事17奖，阿哥，阿哥已经88岁了哈，他曾经跟我是邻居啊，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哦，接下来就是17奖，有20名的蓝牙喇叭。好，第一位哥哥瞧起来啊，卡车哎摇起来，阿妮娜嘿，对，嘿，嘿啊哥哥你哇搞的，哎呦，来，那请10461张家伟，李艳玲01956一，第三位哥哥哎瞧起来啊，你怕亏嘿，对，好，李坤明。还是温安啊，01994，对不起啊，乔建立，如果念错了包含一下哈，因为有的字写得很吵哦。哎，冷丢叶龙鹤14920，哦，又是你家的？不是，写了一张，结果夹的下面那张没写，他就丢进来了，那怎么办？哥哥瞧起来，瞧起来，那张没有写名字，空白，他写的时候只写上面那一张，所以看写很重要哈。13086林三宇，哥哥辛苦了哈，我爱你哦哈。13722姚慧荣，哎，瞧起来对，哎，袂使看，哎，目睭爱看我，安尼哎，对，哎，对。10394王怡婷，对，好，拍亏。13984李佩黄佩珍，女10575，哥哥有点慢，他累了啊。13181陈进才，黄梅秀嘛，还是黄喜秀，没关系啦哈。11394有号码没关系啊。郭伯贤19607。哦，哥哥都踮脚了呢。哇！十，哎呦，这个字好小。石志安13322，这个我真的看不懂哈。妹子平，他姓妹吗？好，11909。还有4张哈，还有4台风扇啊。尤庆安19957，董佑熙11663，董佑熙11650，两个董佑熙哈，啊，哥哥没关系，再来。黄义腾13289，好，哥哥，谢谢，来，帮我们签一下，我们谢谢我们的董事，谢谢，他88岁了啊，他叫吴天虎。好，接下来是来玉泉董事，哦。哦，笑脸的哦，你给你归回啊，哦，多少长辈，好，来吧，我们是16奖哈，20名电风扇，准备了哦，哎，笑脸的靠舞蹈的哈，进来哦，拍开哦，来，蔡文考1142，陈 I S
字啊？何国强13891，刘恩宏19569，哇，今天的数字我练的头脑练得不错。罗市长14806，熊倩倩10441，在不在现场？哦，在啊，姐姐是你啊！哎呦，你要不要上来领奖？中村林13700，严锦雀10247。我们老师是林锦雀哈，他姓严，差了一点啊。蔡巧慧11029，许春风11917，陈郭春贵14395，黄俊祥11208，林秋吉14511。是你吗？抽到自己吗？哇，太幸运了！但是我送给你们，好不好？好。好，今天出来的 ，yes。吕继秀14048，李思慧11995。14692，谢秀清10869，洪正胜10111，洪建天14222，卓明看不懂11600。姓卓哈，卓先生、卓小姐不知道哈，因为最后一个字我看不懂。好，谢谢我们的董事，谢谢。好，接下来请我们的姚秀琴董事为我们抽16奖，21名电风扇。哦，你们两位辛苦了哈，继续不断哈。好，来。陈清纯13318在现场啊，真的哦，大姐夫哦，哦，胡又良、胡又成11987，这个没有写名字哈，全部都没写，空白的哈，但是我把号码报出来哈。10166，陈秀梅10267，陈稳仁19044。装潢有限公司14658，阮氏美玲，这是不是我们的新住民？10508，黄正杰14274，陈恒宇10032，卢辉明11250，哇，这个字很吵呢。郭彩元11809，我今天晚上腰一定会瘦的，你看我一直这样摇。黄俊凯14269，陈真雅14192，黄一展11521。林崇和10459，林美琪13694，
不错哈，何婉晶14217。丢的时候都是叠在一起就丢下去了，所以我们一直要瞧，就是这样子啊。好，李雅慧14217，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接下来继续啊。我们先来邀请廖顺宏我们的董事上来帮我们签一下哈，等董事上来的时候都要看起来哈，都是大哥哈，哥哥来加嘿。我们的廖顺宏董事为我们抽第十五奖哈，30名的保温瓶，第一位开始，13398石玉明，刘丽香13867，丁雨山11239，钟炳生14125。袂甲你加啦，吼，你会手哎，嘿，对对对对，嘿，对对对，嘿，安尼嘿，对啦。江美秀13093，朱寻，对不起哈，如果念错了，包含一下，朱寻瑶19485，叶锦燕11747。何冠杰10007，哦，陈吴秀段19825，哥哥还是桥上冲下洗左搓右揉11357，林玉宪，庄世贤10753，王真韵19550。哥哥用力，嘿，弯腰下去，哎，从下面给他桥上来。对了，对了，好乖。刘点生13741，谢谢哥哥。张小琪10965，白雨鹏19515，陈建南19162。9999，杨梦化10757，赖佳雅11493，朱清新14659，黄月玲19883，月玲。9991，洪叶明13035，王怡婷10398，陈芝兰14754，田佩蓉、田佩莹19679、19676。19676，对不起啊，19676，19615，吴忠贞19715，姚清展14715，黄玉英11106，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接下来。请我们的水莲姐为我们抽14奖，10名吹风机哈。喂，或许你坐在那里，您坐在那里会等很久。我们绝对是公平的哈，我们是每一个都给大家看，每一个抽出来，每一个都念出来啊。好，请水莲姐开始，第一位。
7780。黄继文14053。蔡秀慧11133。11133，没错。陈郭春贵10016。廖韵涵10985。徐香玲19332。童平玲10547。王丽瑜11835。这一张就好。出来是什么挤在一起哈？好，号码是11267。好，还有一张哈，谢谢我们的董事水莲姐哈，谢谢你，辛苦你了。孔佑涵19604。好，我们现在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吴明旭董事，明旭董事，嘿，麻烦您啊，帮我们抽13奖，12个炒锅哈，炒锅哈，你看他好用心，我们给他一个掌声，谢谢他了哈。哎，我们公平，绝对公平的哈。好，请第一位，我们12个炒锅哈。好，谢谢您，谢谢。严永福10763。齐怡14679，艾乔，许慧凡10776，林嘉轩12057，陈千豪19919。没有写名字哈，10168。写了名字没有地址啊，陈忠，对不起，这个字看不清楚哈，陈忠玄吧，10603，陈兆芳13460，张兆芳，对不起，刚才那个是张兆芳哈，来，这一张也是张兆芳啊，13463。号码没有相同。郑雪颖19099。还有两位哈。杨慧贤11110。邱静雅19786，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谢谢谢谢。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猜灯谜时间。郑总干事，知道了，来了。啊，奖品在下面哦。好，没关系，就放这里好了。辛苦了，辛苦了。偷偷告诉你哦，我们今天的礼物非常的棒，有元宝，有电视，都有了哈。对，有电视哦，还有网购哦，真正的金啊，网购啊。啊，所以大家慢慢的欣赏，现在来要动动脑筋啊，动你的头壳。这个灯谜的这个题目很简单的，你也会晓，你就紧举手。知影会晓，你就紧举手，安尼较有希望中奖哦吼。不是，好，来，麦克，董事长，麦克风。咱台积电诶信众是丰台电吼，啊，咱徐德利，诶乡亲。
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哈，大家好。好。过年刚过得好。好哈，非常的好。但是安那阿袂过年，过年爱延十一点以后才是正式的过年。咱一般讲，就是过年就是爱啥？为元旦为春节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元宵、上元的过，才是正式的过了一个年。哦，代表讲咱大家日子真好过，阿袂过阿那大家讲好已经过啊，吼，日子很好过哈。那个灯谜哈，很简单。今天晚上的灯谜呢，我们有两个部分哈。好，来开始。寿方最高有公堂，六节的别物。好，来，请。北极殿。北极殿哦，那个北极殿，小殿公庙哈，北极殿哈，通通通，来大声一点。三声哦，没猜了。我们猜中的时候就怎么通通通，这我是猜错的是吧？王毅哦，他代表说下一个会猜错啊，他猜中三声，好，那继续来，新春大吉啊，新春大吉，猜一个字，十一笔。新春大吉，新春是什么年？牛。对，大吉吉什么？牛在底下。啊！猜中了，不要再举手了，因为我们就十题而已哈，这高手太多了。哦，我们这个最初题，那是机会给别人啦哈，好不好？大家猜一题，每个人猜一题，最多猜一题，好不好？赶快，有没有这一题？举手。好，来。大吉大利，不是猜一个字，一个字，而且是好来。哦，犁，我们那个农具，在犁犁产地犁。哦，大吉是不是利？吉利嘛，新春是不是牛？啊、哦，一个利，利益的利，哦，吉利的利，底下一个好，鼓声，鼓声之后。这一声，哇，这高手，哦，这个高手哈，犁，犁产的犁，哦，犁田的犁啦，哈，犁就是犁，好，啊，青春的犁，来，颁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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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哈哈哈，要来了没？我以为你去打，我以为你去打牌呢。八仙一半泡温泉，猜一个小吃。八仙有一半泡温泉，猜一个小吃。好，四神汤吼，够搞的，太搞搞的啦！敲三下，鼓声三下。耶，太厉害了哈！这个八仙有一半就是四个神嘛，四位神仙嘛，泡温泉就是什么泡汤啊，四神汤。好，那在家里泡澡叫什么？在泡澡就是泡澡啊。哦，那泡温泉就泡汤啊。那你要实际上他泡汤也可以。哦，对，好。新岁祥风上九霄，猜一个祝贺语。新岁。我们刚猜过了哈，心碎一定猜那个字嘛，一种动物，祥风。来，大姐。牛气什么？何小姐。牛气冲。牛气冲天啊！啊，对，他猜中了哈。啊，鼓声之后，牛气冲天，心碎就是牛年嘛，祥风就是什么气体的气。上九霄，冲天，往天上冲哈，往天上冲，牛气冲天哦，标准答案，哎，牛气冲天呐、啊，好，这一部分呢还有一题啊，明月照千里，明月照千里，猜过的不要猜了哈，在我们凤山的路屏，在我们的旁边而已，好，来，
路名，最新路红第二啦，罗生啊，来来来，哎，来，光明路，不是光明路，来，啊，光源路啊，古生之后，明月就是光，哦，月亮三光嘛，是不是？照千里是很远的意思哈，光源路，你要这样讲，哦，等一下哈，我先来打个工，先。落题哈，落题哈。咱的第一张，咱的董事长吼，咱的路，咱的第一名都有把我载来哈。啊，先用五条哈，但是我继续去评价个招通爱哈，谢谢哈。谢谢谢谢我们的郑总干事，辛苦他了哈。我的古代来搬桌子的人到哪去啦？啊，我腰转的已经走不动了。准备哦，准备。帅哥帮我们瞧起来，哎，拉拉哎，对，拉拉哎。第一位林巧媛，号码是10788。林蔡文，蔡文考11406。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助理为我们带来的礼物，谢谢你，谢谢你，元宵节快乐啊，哦！谢谢，帮我们代问议员哈，快乐哈，快乐健康才重要哦，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抽我们的奖，你们俩还要再摇一下吗？不累吗？啊，哦，那好，继续摇哈，摇快一点。接下来我们请吴奇生监事。都不帮我扶一下，一直看他，他才刚18岁，也爬不上来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12奖实名的吸尘器，要不要？要不要？好，来，第一位，哥哥瞧起来哈，陈颖，对不起，这个字，陈颖君，12009。这个李丽斯，李丽乐哈，10282写了两个名字，好像小朋友写的哈。好，黄宇轩1288，郭巧佳19514，林淑锦13414，陈无敏12029。蔡玉元14044，哥哥瞧起来，哎卡哎卡嘿，陈郭春贵14463，黄英山14051，啊回我买来给我验名。14063，谢谢谢谢我们的监事来帮我们扶一下。好，来，下面请我们的另外一位董事。好好，还没有到他。贤家建贤。我们请我们的候补董事，好，请我们的候补董事为我们来抽11奖，10位，哦，抽我们的11奖10位哈。你都没有叫姐姐好，哎，姐姐好乖。吴佳玉13198。哦，看年轻人做事就是不一样，摆在这里，你搞我欺负嘞哈！来，吴坤山19149，你听 A 卡的公叫啊，被坑家对吧？你看还是有缺点呐，还是会掉啊。曾应贤10738，吴玉红，对不起哈，这个字实在太小，看不到19450。李慧玲14220，陈郭春贵14434。
姐来，陈国春贵14452。谢谢我们的帅哥，谢谢谢谢，这是我们的董事的儿子哈，哎，帅哥，你看他好，年轻人就不一样啊，啪啪啪啪啪，全部摆在这里，让我剪了哈。好，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博寿烤箱，请我们的博寿哥，博寿哥，好来，我们抽十奖，三名烤箱，第一个烤箱。哥哥，哎，瞧，瞧，对对对，哎，看看我，别再看遐，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当属电工哎哈。吴启瑞13197，第二个烤箱，哎哎，看我哈，看我哈。吴永军10259，第三个烤箱。好，谢谢我们的董事，谢谢马少燕13189。好，接下来我们抽九奖，帮我们扶一下，嘿，九奖，请我们的陈朝明监事，朝明监事，朝明监事，陈董，你就是朝明监事啊，我都不认识你，我今天才认识，哎，我都叫你陈董，哎，那是我们美云的爱人呐，哈。九奖空气清净机九个啊，第一个林伯清15个，对不起啊，15个哈，13402，梁松清19221，张淑华10078，吴明福13992，阮丽梅10142。10128，哥哥掐起来，董事，董事长，董事长，陈董，好，我对不起，我又看不清楚这个字，好像叫黎兰呐，哈，10681，王秀明10023，李芳欣19522。谢谢哥哥，林汉昭10790，黄立根，黄立根在不在？不在不给你，10199，不在哈，不在算我的。陈之燕10313。19452，曾志顺14210，有的字我真的看不清楚。林依婷，谢谢谢谢我们的陈董先监事，谢谢。柯怡婷哈，19339，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猜灯谜的时间了，总干事你在哪里？啊，你的锣嘞？一。好，麦克风给我一下，好，谢谢。哎，不好意思，好，我两位朋友，好，啊，谢谢我们这批的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一个鼓，一个锣，哎，鼓小姐，锣先生，他，哎。好，这个鼓呢，就猜中的时候是砰砰砰，是不是？这个锣声呢，然后，叮，笨的意思啦，事实上不是笨啊，是个巧姐的电话哈，哎，提醒你啊，来，嫁妆一牛车，猜个成语。嫁妆一牛车，来，你 yes。满载而归，满载而归，满载而归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一定要跟牛有关系。今年是牛年嘛，是不是？嫁妆一牛车呢？我们出嫁，女孩子出嫁叫做什么？叫做归，是不是？
我们叫龟林那个龟哈，载着满满的龟夫妻啊，是满载而归哈，满载而归啊，满载而归，来继续来，恭喜哈，祥光报平安，猜个李明，什么报平安？好来，好来。最主哦，太好看了，这上瘾作品啊呢！爆爆爆耶！我想抓他波雷，啊，哎，最主祥祥光就是最嘛，是不是？主报平安，是不是？祥就是最，报平安就是主报平安嘛哈。最主理哈，咱在的最主理哈，水电力啊，这个哈哈。好，来揭晓。霞寿正风行，猜一个鹿鸣。在咱的边啊，你啊，霞寿是啥？人瑞嘛，对不对？正风行是什么？哦，我向谁人牙签？我来，啊、来，主持人请。那个哥哥不是哥哥旁边那个，嘿嘿，你，瑞星。瑞星是不是？瑞星鹿，咚咚咚。哦，来颁奖。好，霞寿。霞寿是人瑞，啊、哦，霞寿啊、哦，就高龄的意思，是瑞，啊、哦，我们猜灯谜啊，一个字很多种解释，祥瑞啊、哦，还有人瑞的瑞也可以啊，哈、哦，霞寿是高龄的意思，正风行就是什么正生兴盛啊、哦，正兴起的意思哈，啊、哦，瑞星哦，就前面我们前面这条路，啊、哦，这同喊那种切身关系哈，灯谜跟有切身关系的。龙喜，龙喜，善行多。龙喜，善行多。龙喜是个唐号。牙签，枪牙签哈，啊、哦，啊，枪牙签来，主持人你来叫来，你来叫，好。来，再一次好不好？对不起，他跟我讲话我没看到。首先放下哈。好。一二三。好、哦，你指定哪一个？来，看哪一个作答。我当然要那个粉红色的。哦、粉红色的哈。阿姐比较晚、哎、慢了一点点。李美云，哎，就是我们李董事长哈啊，李美云，董熙，就姓李的堂号啊。咱先例，等一下恁咱祖先哦，还是咱堂号东西的叫董熙哈。我当先例，我拢唔知，你给哪里知啊？好，董熙哈，董熙堂善，就是美的美好的意思啊。喜多多就是云，我们说万商云集，那个云就是多的意思啊。李美云董事长哈、啊，李美云啊，哎，来，颁奖，好、啊，这一题，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啦，最后一题。新春洗手器去消费，开集。猜一个花名，迎春花。迎春花不对，不对。牵牛花，牵牛花，答对了。牵牛花，好来，哇，太厉害，太厉害了哈。牵牛花有一首歌怎么唱啊？那不会唱，好，算。新春就是牛年的意思嘛哈，我们刚才就洗手就是什么牵手。消费就是花钱，花费。我等于消费。哎，对对对，新春洗手去消费，好、哦，就是牵牛花。好、哦，以上我们的题目就是跟我们在地的，好、哦，咱这个哈，好、哦，咱水电力，好、哦，一个咱你当水电，一个咱附近的农民，含咱今年应景的牛年都有相关的哈。哦好，谢谢各位哈，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真的得了不少的知识哈。陇西我就第一个最受惠的哈，我老公姓李，我才知道陇西跟姓李的有关系哈。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郑总干事，谢谢他，谢谢他。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去找他，他有课堂的哈，他是我们学会的啊。好，现在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立委许志杰立委，哟，不客气，好乖。好，谢谢。啊，还有那个郑理事长还是郑总干事？郑理事长嘛，对吧？郑理事长哈，啊，咱地方民学会是咱迄个米粉剂啊，
秘书长，啊，搁咱北极地的当署长啊。好，我们各位北极地，咱的邓干事啊，咱所哈，咱的民学会，啊，搁咱所的兄弟姐妹，大家阿爸，大家好。好，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哈。我拄啊想着啥，李白，李白一段的，你唔知？李白啊。可是咱读册有无一个李白有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啊，低头吃便当。李白哈，伊祖籍对那个祖籍陇西城记啦。啊，不要迁去西蜀绵州啊。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啊。所以哈，这个陇西。啊，就是你的大山，啊，你的源头安尼，啊，所以我原来学一课啦，我知影李白祖籍陇西，我唔知讲哦，原来陇西拢是姓李的，我嘛知了，就是安尼哈，所以我嘛读多较知，好，今仔拄啊学一课安尼。啊，我等于都叫阮翁陇西就好啊，卖叫李先生。对，陇西先生啊，啊，啊嘛感谢咱那个北极灯哈，咱那个啊。那个上帝公啦吼，啊，甲大家斗保庇吼，啊嘛感谢咱的哦翠兰议员吼，啊咱安利议员吼，啊，那有啥物需要服务的所在，甲米粉姐也讲啦吼，我们这边都会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啊，啊个最后甲大家简单报个火车头吼，即摆要去到十楼内底有电影院啦，啊，差不多过两年外吼，咱伫红山电视家己去看电影，免走遐远啊吼，这我甲要求吼，啊另外迄个维稳也遐吼。现在捷运黄线要去了对吧，好，那捷运的那个高雄市，因为后面有一块土地，前面有那个卫武营对吧，那个艺术文化中心啊，旁边靠近南京路还有一块10家的土地，那我们现在也会做地下连通，所以以后在国泰路下面会做路接过啊，这两块土地会接起来，所以这边包括那个三界啦，奥内啦啊，甚至食品嘛，啊，啊，甚至遐个一寡甲卫武营遮拢总连接起来，以后这里是凤山，叫做高雄中城，也叫做凤山中城。以后这所在有可能是高雄市中科上界老在的所在，吼，啊，遮我会继续拍拼，吼，甲咱市政府也好，啊，是甲中央营建署也好，啊，有一寡工程爱个连接的所在，就我会继续来努力，吼。简单跟各位包括凤山个足侪会拍拼，会进步的空间，甲大家拍报告。啊，大项的我来拼。啊，细项诶有问题，服务案件找咱米粉姐啊，哈，我这边会全力配合、全力协助哈。再次感谢咱所有兄弟姐妹哈，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行路有风，事业成功，万事皆通。我是高阳小金刚哈，啊，阿祝大家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刘老师哈，照顾我们啊！哎，很久没看到他了哈，他辛苦了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所有的地方上的建设就靠您了哈，尤其我们凤山区这一个区块哈，你要加一定会更要用心，更用心的。凤山一定会更好，对，一定会更好。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立委许志杰立委一个掌声，谢谢他，谢谢，好，加油来了哈。妈咪跟我们相亲问个好吧，问好就好，简短。我数三，你就要讲完了哈。好，好，感谢我们老师，我们的宝梅姐董事长，还有董监事，还有在场所有的大家，大家看收银家和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我是张安丽的妈妈，好，请代表我们高雄市议员张安丽向大家拜个晚年，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元宵节快乐，感谢大家栽培感谢张丽，感谢你祝你新春快乐，元宵节快乐，感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同时我们就来抽两个奖哈，妈咪给我们带了两份礼物来哈，好，第一份吴冠亨13994在不在现场，好，没关系哈，我报出来了啊，你就我们会通知你的哈，好，来谢谢妈咪，没关系，哎，丢进去就好。来，邱玲玲14120在不在现场？好，也不在哈。好，那我们再次谢谢翠鸾，谢谢谢谢啊，也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一切啊。好，谢谢谢谢，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抽奖了，你们还要不要奖品啊？不要，我就带回家了。要回答大声点，还要不要？要 ，OK。
俊，哎，林，对，开俊哥哥，你哎，瞧起来哈，啊，就读读读啊，会使，啊，会使哈，好，来，电子锅五个哈，来第八奖，来哥哥，好，王玉安13534。林广宪10104，林嘉靖19940，张景泉等等10053，好，徐俊良13753，哥哥谢谢你。好啊，你驾驶哦，哎呦，哥哥伯啊，哎，伯啊，来帮我们签一下，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抽七奖，七奖有五名，气炸锅哦，现在很夯的哈。哦，好，我们请我们的嘉旺，嘉旺哥哥，我给你看，你爱看我，嘿，对啦，嘿啦，嘿啦，好，来瞧起来哈。我们气炸锅是五个哈，八奖的，对不起，七奖哈。第一个，叶大为11668，苏慧，对不起哈，苏慧君10683，哇，陈郭春贵14306。你有没有在现场？阿姐有没有在现场？哦，我们一定要认识你。张文才14826。站起来，哥哥。潘春东11343。哦，楼主哦。潘春东，哦，他是我们的楼主哈，楼主哈，对，没错，没错，好好。哥哥来。谢谢哥哥，谢谢哥哥，妈妈来，妈妈来，嘿。好，接下来我们抽六奖，那个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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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事。好来，阿来到底谁？来，阿来，来，来，福人哥，福人哥。对。我们十台变速脚踏车，好来，咋来？哥哥掐起来，掐掐掐，哎，掉掉掉掉掉掉掉，哎。把就爱看我呢，别再看内底，嘿，对对对。吴财长19414，徐俊文13905，哥哥瞧起来，张秀凤14875，哎卡啊边个五哈嘿，哎卡个边个五，许慧梅11469。陈佑14030，朱家靖19276，嘿对哥哥，安尼对，嘿对，嘿嘿，白一个，嘿白一个，郭市长哈哈，林长兴11015，康坤平13254，康爸爸在哪里？康爸爸。好，王国辉10103138，好哥哥，哎塞啊，一张过一张，嘿，掉掉掉掉，哥哥谢谢。廖宇轩10705，来给我们看起来，爱啦爱啦，福人哥爱爱啦。好，接下来我们第五奖，两个饮水机哈，东泰，东泰，好上去。下面边边，哦，那个边边很可惜，边边，对对对，可以给它弄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好，饮水机两个，来可以了。哇，这个，哇，他带的唇跟脸呢，哇，那他怎么兑奖啊？没办法，放弃，放弃，好，放弃，哇，好可惜哦。可能这个阿嬷可能100岁，他搞不清楚。郑维伦19098。第二个，吴慧如
4050。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抽四奖，财源哥，财源呢？财源哥，我来给你看，哎，平板电脑，哦，8寸的平板电脑啊，8寸别。一个，哎呦，这个我拿的手都发抖哎。李春金啊，哦，我的妙婆，哎，他有听到吗？李春金，春金，你来快点，哇，哦，兄弟阿公看到你辛苦呢，快点快点，电脑一台呢，哎呦喂。8088他的号码哈，李春金，电脑啊，可以亮，可以亮，可以亮哈，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哈，真是不简单，他也很辛苦哈，每天在庙里面哈，很辛苦很辛苦，好，啊，接下来我来摸了，好戏在后面。好，接下来哈，通通交给董事长哈，奖都在后面，你的春哥有没有带来？有吗？哈，好，准备啊！4台电视机，第一位潘，对不起啊，这个字我实在看不懂。我们念不出来哈，好，没关系，我们有号码哈，013229第一位，第二位周刘英珠10851在不在现场？英珠姐不在，第三位阿鸟喂，哦，他真的好旺哦，陈郭春贵。几乎每个奖项真的都有。你在不在现场？阿姐，你在不在现场？这个没话说的，这是公平的，对不对？但是我很想看看他，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下，喝点酒哈。吴忠贞，19614，在哪里？阿哥，阿哥嘞？捐出来，你我不告诉你什么东西，你要不要捐嘛？你不管他什么都捐，对不对？液晶电视，你不要难为人家笑脸哥呀啦，嘿呐！啊，他在想，他要了哈，什么东西叫不用了？要捐就对了。哦，你给人欺负哦，不是我啊。好，准备啊！我多怎么那么高兴？王怡婷在不在现场？10399。没有在现场啊，哦，美云，下次不能不在现场的头奖都不要给他。第几台了？好，我们液晶电视已经没有了哈，4台了啊。好，再来。好，我们的议员终于周帅哥来了。
乡。13935。洪仁乡，啊，来，你抽中了我们议员的啦，哈，好，那我们就给你保留起来哈，他不在现场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议政为我们讲几句话哈，只能三秒钟哦，我数到三你就停哦，好。哎，先不要算，开始没关系，三秒钟。谢谢主持人哈，还有我们的李董事长，还有我们北极店，我们各位董监事，还有在浙江各位咱的志工好朋友哈，还有咱家的各位长辈士大，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员钟义仲哈，加拍摄，因为今天暗时啊哈，活动比较多，所以比较晚到了一点哈。所以在这边呢，哈，阿来到这嘛，跟大家分拜一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给今日哈，阿们下起玩笑。大家吃汤圆了没？有哈，吃汤圆了啊。然后呢，还有最重要的呢，哈，就是爱来咱北极店呢，哈，来猜谜抽奖，对不对？所以非常感谢哈，咱北极店呢，每一年呢，哈，拢替咱诶一个上帝爷公呢，哈，在家诶元宵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庆祝，一起来。庆这个新年啊哈，啊所以非常感谢咱北极店哈，咱的诶董监事会，阿玛迪家一众呢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新的一年行牛年行大运，扭转乾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我们再次啊，谢谢我们的一众议员，掌声鼓励，谢谢，也祝福他哈健康平安，一切顺利，谢谢他，谢谢。接下来，笔记型电脑，有人想要吗？大家要吗？啊，大家要哦，好了，那我准备来抽了。你好，觉得，爱巧哦，边啊边啊，尴尬的都爱巧哦。我从里面挖出来，我要不要搬一个小板凳给你？好，你说这张好不好？这张好不好？好，就这么决定了。来，主持人给你喽。啊！三宝莲，10065宝莲姐，我们的志工啊，这宝莲姐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做我们的志工啊，被你发现到。上帝讲到三天啊，拢抽到好奖呢。你看我的庙宝抽到电脑，啊，你也抽到电脑，哇，太恭喜你了！好，重头戏，电脑没什么稀罕的，我要金子，你们要不要？金元宝要不要？金光闪闪要不要？当然要了，来，用力一点。再来，怎么那么巧啊？我们抽到张宝莲的，上辈子欠你的。啊，来元宝，我觉得你不够高，所以我抱你。我要这个帅哥抱我。陈总。你看儿子马上搬小板凳来了，没办法，他什么都长，只有腿短。我要东南西北风啊，好，这一张好不好？好，这一张给你。林玉婷在不在现场？玉婷在不在现场？1980，好，他不在现场啊。第一个元宝啊，第二个元宝。
这个已经抽几个了？十个有了。哟，陈，就那个啊，什么贵啊，我忘了。不是啊，什么？最后一个了。